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吉王居。在这个七八月份炎热的夏天，想回顾一下这一年的结果。当时2018年，我结束了《快乐树》，那是一部充满温馨、欢乐，还有番茄汁乱喷的卡通。当时候在想，天哪，到底还有什么新的卡通可以背呢？于是呢，就在我这段时间尝试了不少任何的影片，不管是哇操真香，不然还是沙漠四剑客，点阅率已经大不如从前了，应该说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好到哪里。原本以为只要简单配一配音，然后呢这样子的话点阅率就会瞬间破万，将近有好几年了，结果连破千的频率都没有办法。最近就把最后的希望真的投入在希腊剧场里面了，因为我花了很多心思在查资料，还有并且在配音上面都有在作业，到底要怎么配才会符合当今的胃口呢？当然还是希望很多人来订阅啦，不然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做影片动力的来源。我是吉王居，我做影片大概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出一张哦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